备工作哈。嗯。第一个是会场布置哈，会场布置现在有做两个这个布条，由台湾那边做，他们会来调。好，那十九号上午金大的国际会厅就给我们使用。好，那他我们在本地台湾来，他可能一定因为很多不方便的，比如地理位置，然后交通，然后什么不顺利的哈，所以。